各位同亲，大家好，足欢喜看到恁，因为有恁，咱一定成功，家己鼓掌一下，好无？谢谢，感恩啦哈，因为我来安尼讲，若无恁来斗打拼，我拼足久啊，所以有恁来，阮足欢喜。我看到少年的，有影搁较欢喜，因为少年的啊。打拼的时间要较长，以后的责任，咱若咧执政了后，阮拢头退休啊啦。少年的，就慢慢啊，中年、少年啊，少年的时间，即马来受训，我会使甲少年的讲。比恁去参加高中考试好足济啦，是安怎安尼讲？我家己有经验嘛。较早，咱会知影讲调去做兵，为着要较好过，阮老母讲，你去读大学。大学一关呢，有影迄阵啊，啊，大学毕业就一关，啊，咱来去开考大学，啊，都主要是要做兵啊，哦，一关，一关出来讲，爱抽签啦，咱咧想讲好咯，抽签外紧啊，我抽来金门啊。大瓜切，大瓜煮啊！来金门去遐看册，等来都啊参加高等考试。咱的希望是安尼啊，足不幸啊！抽来讲，警备总部啦，警管区啦。大家知影警备总部警管区伫带无？总统府边啊遐嘛，迄就是啥军政府嘛。咱也唔知啊，咱去去到遐报道了啊，讲安怎？啊，你伫台北县啊？经管区啦，啊是就是团管区啦，啊，甲你派遐去，伫遐，我，咱的意愿是讲要带册要去金门认真啊看看来参加高等考试，而且无这个机会呢，但是去遐足好嘞，安怎好？我要甲大家讲，干那我是一官尔啦，其他拢是长兵长官啦，啊，一条杠，官阶是一条杠，但是战车啦，战三条杠的车啦，上下班啦，有甲留一个寝室底下。我若甲因长官啊，大做伙啦，我都想讲安尼，他好咯。过来看有虾米所在有咧进修诶，过去读册，不要浪费嘛。我伫遐，过走出来，板桥迄阵啊，足方便啦。我板桥坐火车直接就到台北车头。啊，就到走去政大国去读册，
去读暗示的啦。所以，迄阵啊，就干阿讲要想要做一个公务人员，啊，就遐艰苦。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。啊，现在大家少年呢来这受训三天，搁参加高级班。你毕业了后，咱拢有担任咱民政府的官员，遐好。恁哪会袂晓去介绍恁一挂较好的朋友、同学，拢甲招招来？这个情形，你要看到啊！秘书长应该甲大家讲的，今年就看得到。希望把握这个时间，你那是即马礼拜，当然条件特别按照顺序嘛，吼、哦。拢有这个伦理嘛？人问讲你第几期的？讲啊，我第几期的啊？哦，啊，你就排得较头前。你呐，拄啊讲咱咧接管的时，你才要来受训呐。迄阵啊，条件上可能就无啥共款呐。即嘛，这个时阵爱把握这个时间。如果你没有跟你的朋友讲这个福音，那你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你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那么他愿意来，他有这个福气，你也帮忙这个朋友。所以，那个利己又利人的代志，希望拜托大家介绍你的同学、你的亲戚五十拢来上课，咱差几个啊尔，这希望大家来参加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这段话啊，我就是讲，有恁来啊，咱一定成功啊！啊，我感谢大家。啊，即马是一个假期呢，对，这个假期同学拢啊招招嘞。来上课，跟我同款，利用晚上，我去政大啊，公共企业中心伫金华街遐，我去遐上课，什么拢爱去提一个。证照，我也真福气啦！参加专门职业人员考试通过，啊，本身那取得教育部的教授证书。我的迄阵啊，咱取得时，咱也感觉讲，流亡政府为民国成立了后，撤退来台湾啊，我3000几岁，人有诶讲教授证书是红皮的啦，
然后看到，就知影教授证书是红皮的，三千几号。哎，有诶有四期诶呢，按照号码排落来，咱我很幸运去取得，所以要甲青年朋友讲，有机会你去摕到证书，尽量去摕。你若高级班受训了后，你来参加，迄就免费啊啦，免阁交钱啊啦。你来参加证书考试，哦，证书考试考上了，也有证书给你。高级班受完了训以后，也有证书给你。所以，我本身我取得流亡政府的专门职业人士，我现在我咧甲流亡政府一挂政府机关啊，叫我去审查案件。啊，这就是啥？我是专家学者。好，啊，这啊。要予鼓励少年的，你少年的时阵，卖去遐要去佚佗啦，啊，用心你来参与，发挥你的智慧，去取得较侪证照，以后拢有用。好，这是较实际的代志，我有。经过这个情形，啊，甲大家讲，啊来，咱个这边那要看这個，这边钱啦，都、就是大家一定爱去读《新台湾论》，来参加迄个证书的考试。证书的，什么叫做证书？咱的制度要甲日本的制度同款，吼、哦。咱有州，州内就是郡，郡就是讲类似县长啦，州长内啊，就是啊，迄、那个叫做证书，证书那县长嘞。咱这高级班受训了后，拢是以后咱民政府的决策单位，拢是官员啦。你唔是办事员的安尼，你是官员的，咧做决策的，也是咧做规划的，咧做监督的人。所以，啊，咱有一个。证书考试，所以恁来遮读三天所受的观念，回去好好啊去看迄本《新台湾论》，啊来参加。我要报一个数字予大家知影。即马第三次啊，已经出来，我讲我才二十几个尔啦。第三次的通过，我二十几岁，我确定确实的数字无报，也未报起哩。好，啊，这是安怎？有诶安怎咧？有诶，甲问讲伊安怎？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拢考，啊，都第一次讲考二十几分啦，第二次讲考四十几分啦，第三次讲考六十几分啦，搁差一丝啊？安怎差一丝啊？七十分及格啦，七十分及格是。干那研究所的研究生啦、啊，你若干那读大学，你唔知影讲大学部六十分及格啦，研究生拢是啥？七十分才及格啦。所以你参加证书考试，就是那家取得研究生的资格。遐好的代志。哎，干那参加普通班、高级班，
过来参加进所考试，通过又有证书，你开万六块，有价值啦无啊？所以拜托大家鼓励亲友拢来上课，啊，不要紧。必须听讲，咱这直直考，考较过啦。遐好的代志，啊，大家乃无爱来拍拼。有诶，我年龄拢甲我差不多同款啦，啊，足认真。我记一个例啦吼，迄、那个咱。咱诶，做会计师诶工会啊，办一个评价会计师的啊考试，上完了课有差不多啊九门课程，上完了以后再来考试，也是跟我们这个考试差不多啊，80题选择题，120题。啊，120题选择题，80题是非题。我也去考啊，我也去考啊。啊，哎，小姐呢？讲来讲，哎呦，他知道以前就是我的学生。以前他不好意思，他也称我说，哎。张会计师啊，你遐认真，阿要来考这个评价会计师。我甲讲，我要多学习啊，遐来咧摕一个证照。我去看像阮这个年龄的专业人士，几乎无去考，有也无爱去考，读高科啦。搁甲你考，我80条是非题、选择题120条，考9科。咱也通过，咱讲，我那是搁一届鉴定测验咱的实力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尤其是少年呢，你爱听入去，老伙啊。会经过的代志，甲恁讲。以后，起码那也爱有评价会计师。以前会计师的业务也可以做评价，但是人家认为说啊，你这个评价，因为有那个有评价师啊，土地和那个有专门的有一个评啊土地评价的啊估计师的考试。那在抢会计师的业务，那我们也取得工会办的正式的考试，我们也是评价会计师。那这个就是证照，证照拿的越多，人家认为你是专业嘛。所以，年轻人，拜托你，叫你的同学，这个福音告诉他，尽量来上课。啊，这个是要跟大家说明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呢，啊。前年呢、光在12月21号啦，我们去慰问靖国神社，我们去3年啦。我要甲大家讲，那要创造历史，有记录在历史上啦。你来参加这個，你就知讲哦，我迄阵啊，我都徛伫遮。会甲恁孙讲，甲恁囝讲，这都是历史啦。大家若要写历史，
把握，今年一定拿过去，这是咱必须爱去和日本知影。咱第二年去，咱来会要去吃。咱第一届第四季饭店的酒会啊，上两张相啦，美国国防部的上两张那个照片，挂伫边啊遐，迄两张，大家拢足清楚嘞，应该是大家拢足清楚嘞，吼、哦。咱后边也有，伊就甲你讲啊，恁这个台湾土地的所有权状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，他住在那个地方了，就二重桥了。所以，咱三年来拢拿这个旗啊入去了，破纪录，从来没有。以前入去看啊，这个马路旗呢，无这个旗啊啦。我都要参加三年。第一年去，第二年去，第三年，我讲我若要过来，实在我迄阵啊，中间我有身体无加爽快，所以我破病也要来去，啊，那是去，所以咱这即款机啊，要入去啊。两道安全检查哨检查，干那咱拿这个机啊，一直入去大树房啊，咱一个人拿两支啦，啊我入去，我拢安尼拿啦，一手拿算啊，我一手拢拿安尼拿。这要甲美、甲日本讲，日本天皇，你爱出来，今年去，可能必须听我甲大家讲啊。伊讲要一部分的人要受到苦难，这就是叫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。台湾人民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，咱来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常常跟迄个学者，还是认为伊是知识分子，我甲问讲，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嘿，有诶吼，无清楚啦。伊讲先问讲啊，是判决虾米？我甲讲，你要相信无？实际上，美国是三权分立，法院的判决，你总统那是爱遵守，咱来。学习者，这回去去讲讲，无论你学问偌饱，都甲讲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。唔是咱家呢，你唔好讲咱家呢，咱家是死水都讲，哎，法院是阮开的啊。啊，安尼，所以迄无共款啊，流亡政府甲美国，美国是现在。世界上强的国家，依然是为着以三权分立，拢是照安尼咧做。第一条是啥物？大家本土啊，本土啊，当然无国籍，这大家清楚嘛吼。第二点是啥物？
台湾啊，世界无承认一个政府，啊，这就是流氓政府嘛，世界无承认嘛，所以咱自己啊，你也未处理，就是安尼。第三点，安怎？要受到这个政治炼狱，是安怎叫做政治炼狱？这大家咱拢较歹解释嘛，足简单。伊设一套选举的游戏规则，恁大家来选，算是中华民国的市长，中华民国的政府。所以李登辉做13年，阿扁做8年，有改变啊无？无啦，要哪会改变？因为李登辉讲要会审啦，美国讲袂杀你，搞不来啥啊？动审，动审要有审议会呢，咨询呢，遐议员呢，遐哪里要咧领钱呢？我真正是一挂无路用的。过来，阿扁讲要啥？讲要参加联合国，下坡就去，和联合国，联合国连个开坡都无，怎个啊退倒转来？哎，过来，阿扁讲要公投啦，美国过来讲，你是麻烦制造者。哦，我迄阵啊吼，咱哪会安尼？美国就是自由民主，公投是普世价值的，安来安尼讲，咱感觉才讲，伊是安怎安尼讲？哎，所以大家拢唔知啊嘛，伊就设一套，互恁大家来选举，啊，算啦。达到迄个5%以上，你就一票会使提啊30元转去。你若甲转，迄个叫做动诶，一年50元，啊，都要变4年200元。你若去选去，你就现了230元。我就知影这個，我就袂去选啦。咱国互因遐个其他的政党啊，伊编一个游戏规则，大家拢有糖仔食。啊，恁卖出来出代志，啊，都干那选这个。啊，恁甲你监察院啊，甲这个做啊国会，甲恁控制掉嘞，恁乖乖啊，宣誓伫这个流亡政府的宪法内底。作为官，你就乖乖啊，受人控制。所以阿扁也讲，李登辉无办法，我也无办法，以后拢无办法。按了遐拄好，咱去告啊，美国，行出一条路，真的是。天佑台湾啊，我常常讲天佑台湾，足济代志诶，天有咧讲到三讲，但是咱爱阁努力，阁做。啊，这就是要互大家啊清楚一下吼，啊大家去思考看卖。这个问题，咱会得入去哈，这是正确的哈。好啦，个这个问题，习近平迄阵啊，也唔是总书记啦，迄阵啊是副委啦。2009年12月15号，伊去美国
参加一个会议团，为日本来，甲日本外务省讲，伊要去见天皇。外务省甲讲，你要见天皇哦，爱半年就安排啦。你即摆要来拍戏，我无法度甲你安排。伊拍电话给美国，叫美国安排，美国就安排好啊。这个时间，咱哪会知啊？美国甲咱讲的啊，安排这个时间，怎样？伊去见天皇，伊安怎讲？讲中国的经济较好啊，阮要来甲你买台湾。咱去想这个代志。天皇安怎讲？阮祖先，甲即嘛，阮都无咧卖物件个啊。这都是说，就安尼讲无十五分就再见啦。是安怎以前中国朱镕基咧做总理个时，手提拳头无？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恁搞怪，我甲你用军事强迫。咱读到战争法、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台湾永远都不可能从日本啊割让出去。因为他已经啊，在世界公法里面，按照他所实施，在1945年4月1号，他已经啊实施啊日本啊宪政，不怪公安啊。李王建夫讲：“4月1号是愚人节啦，恁大家敢唔知4月1号愚人节？伊是安怎安尼讲？啊，那个4月1号不算啦，那个都是骗人的啦，愚人节啊！人家按照法律程序，国际法律的程序，把台湾成为日本的一个国土。”都按照这个程序完成。你说什么？愚人节那种骗人的了。这就是，因为日本的会计年度是4月1号哦，刚好那个时候会计年度实施，都把台湾纳进他的固有的领土。当时候选派3位参议员、5位众议员去参加东京的国会的会议，这些都有可以查的。好，这是跟大家讲，这就是安怎，一用打战占领了，咱秘书长跟咱讲。占领不能安怎？依照战争法，占领不能移转主权。流亡政府不能怎么样？大家就清楚。所以，这就是伊这边去用咩啦？用咩成立不成立？成立哦，用咩成立哦，都有契约。阿拉斯加，美国向谁买？苏俄买啊，嘿那告诉成立啊。所以大家爱了解，哈。自这了后，这个啦，
这个时阵啊，五月十四，因交锋会议，即马伊大胆敢讲啥？啊，恁都啊，要来买台湾啊！所以伊讲钓鱼台啊，尖阁群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啦。什么叫做固有领土？固有领土就是啊，因为钓鱼台是台湾的什么宜兰州的啦，所以咱足清楚。啊，伊即马唔敢讲，即马伊唔敢讲啥？哎，他们的固有领土啊呢？他讲核心利益啦。啊，这都一个。和大家去思考嘛，所以恁交六千块来遮受训，啊，已经最后一堂，咱拢咧甲装复习，啊，拢摕照片给大家看，吼，啊，过来。这句什么？流氓政府的嘛，人讲压未出来啊！啊，伊怎压未出去？啊，伊即卖用啥？改一句啦！大家捌看到无？啊，到五月二十，啊，这个唔对吼，这爱改吼，哎，奈我迄个。迄、那个看法都随改无，叫吼、哦、五月啊，得五月二十对啦。我计讲好，这是五月二十对。就业就职典礼，五月二十的时啊，伊用这句讲，伊讲是啥创意啦？伊这讲创意啦，这句企业讲叫创意啦，是安怎？伊甲美国讲。我若要来做民政府啦，我以后要用这个机啊啦，啊都实在安尼啊，啊无伊要用这个机啊要从啥？啊去思考啊，大家去思考，要落跑啊，要落跑、啊。这哪足心塞的？安怎心塞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哦。教育部讲，我们的首都在什么？南京呐、啊！啊，你看，啊，中国讲你们的墓碑在这边呐、啊。南京对啊。啊，这哪不是？少年的拢爱去甲恁同学去讲遮，你若早随身带来，才扩转去，啊无就是上网去抓，拢互伊去看，互伊去想，咱毋是凊彩讲讲的，啊，这大家去想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。伊即若家己讲个啊，哦，1950年3月这个13个时啊，伊家己讲个啊，讲已经灭亡啊。啊，这教育部讲，首都在南京呐、啊，啊，这就是，哦，这可能有个人会知，有个人佫无讲真知啦。这就是啥？美国啊，甲中国拢讲好啊啦，那无身份证的人啊，以后那无这张身份证的人，你啊以后无你就去带去吃啦，带去吃啦，哎、欸，平潭岛啦，啊无就去金门妈祖啦，哎、欸。中共啊，惊呢！哎，200多万人
因过来这人若要冲转去，伊看乌白走，有诶走诶啊云南，有诶走诶四川，有诶走去啊山东，乌白走，去甲起革命，伊就头壳冒咧烧安尼。恁拢卖走，恁来大家，台湾啊，拢来大家，伊好控制啦。到时遐咧咧叛乱的时，这桥炸掉，你都关伫外口啊咧。这拢甲美国讲好，然后带笔电来。你随上网去看，你即马随上网去看，看啥？你甲写啊，平潭岛即马啊，咧建设啦，咧建设啦，啊，就是目标。足奇怪，咱的物件直直去，电啊去，甲事啊去，遐是咧创啥物？钱拢要提带去。我看迄去去啊，伫遐咧建设啦，伊唔敢讲啊。伊迄边爱开钱啊，直直建设啊，啊，都因爱去遐大，比台北大三倍。我一个同事啊，伊伫郝市长、郝伯啊，迄、那个郝龙斌的市长官邸啊，伊咧办画展啊，甲邀请去看。啊，迄三十多年的同事，我以前我有甲斗三工着，啊，我有。我伊家邀请我去去看了后，因为伊是员工第二代，我甲讲，恁后拜吼，若无这张身份证，恁会去平潭岛呢？伊讲伊知啊，但是平潭岛风太大了，伊家讲风太大了。我讲啊，你哪会知？伊讲伊的亲戚。对啊，台北港甲平潭港开通典礼的时，伊的亲戚有来啦，伫福建省咧做大官啦。哦，我讲好安尼哦，唔只知讲平潭岛以前是风足头，伊讲先讲风足头咧，安尼尔。人伊拢知啊，啊，咱大家知无？唔知嘛，啊唔知就是讲，所以大家来读这个啊三讲的授训有价值无？好啦，咱过来看落来。啊，所以讲钱开的待遇，这唔敢爆出来啊。你看卖，这讲啥？五个共同啦、啊，共同规划、共同投资、共同建设、共同管理、共同受益。安尼，这就是讲，你个那较好的朋友，第二代，你甲讲赶紧来请，请一张。你若要带到台湾，你就赶紧请。后摆啊，咱会从激流演变到公民。咱去外国要申请来申请激流证，啊，然后再面试转为公民。啊，那是有日本时代成果。阮老爸我叫奥多桑，阮老母叫卡酱，哎，阮叫卡酱吼，啊，奥多桑，吼，多桑吼，啊，卡酱，啊，家叫啥？呼米哦，呼米哦，哦，我是张文彦嘛，我是九呼米希克，日本名啦，啊，所以。会讲假，连会假讲我是中国人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样啊，逻辑上吼、哦，
好了，这麦克讲下去，咱就照 PowerPoint 的情况来。哦，啊，这收入行，哦，啊，这不要紧啦，这高级班下来，给大家看看影片啦。哦，咱即马要来看三立，三立有甲咱报道的影片。好，来，咱请咱同心甲咱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。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"台湾民政府"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嗯，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洪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嗯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10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好，我今嘛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这张是美国制造，感谢三立，甲咱报一摆尔都无报啊。但是我要甲抗议讲，伊甲咱讲自己制造，无，咱无遐牛，咱无法度做晶片。我们这个是美国制造100%，也根据咱台湾权利啊，公民权利法案，咱参议院。开会全体通过，回去大家去片片的去看看的，我鼓励大家拢来办。啊，咱是美国制造哦，你唔好讲啊，阮遐边啊遐人啊咧签，要咧申请讲我台湾啊政府身份证，伊遐若无晶片啦，讲300块啦，有诶讲500块啦。嘿，拢无路用啦！咱这是晶片的，爱特别注意哦。佮唔好去哦，安怎呢？讲你要去领户口填本的时啊，你讲你那边要领做日本啊，当时候所抄的啊，这个成本，你讲要来签身份证啊？迄个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安尼讲呢？啊，你都唔好去签1000块哦，你来去签300块哦。伊才甲你加啦，迄就是因个外围啦，要甲咱时间拉慢。美国甲咱讲41万，政权要交予咱，所以大家爱较拍拼咧，免牙刀牙枪，干那你较啊爱讲话啊，去较拜托人家讲，甲讲互听，互了解。咱也清着，咱也未执政以前，这拢是叫做革命先行者啦。革命先行者，都是那个因叫做农民啊，有特别的照顾了。啊，拜因的安尼，咱也会使爱安尼啊。
应该因对会晓讲农民特别啊，啊，咱是革命先行者，咱无要叫大家都牙签去崩，变成革命先烈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希望告诉你的朋友亲戚来办这张身份证，你就是革命先行者，以后就变成农民嘛。咱即卖要阁办一个即块影片，予大家看，唔是讲我讲的，我拢摕影片、摕报道予恁看，啊，咱拜托。月顶、地书顶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，好 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，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，二变成五，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。麦克风不开。这些都是站在啊美国去的见证人，不要像是我来讲了，我要告诉大家。啊，亚父是牧师，他也不能随便乱讲啊。本职是牧师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这一张就是美国之章，爱讲给大家朋友亲戚五十知影。好，咱时间上的关系啊，咱就要来。啊，这吼、哦、大家看看啦吼，这拢测进啦吼。后来这较精彩啦，较刺激的，后来看这里，金门被测进啦。今天的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，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
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桃人亚特健，好，咱安尼足清楚，所以讲，咱来遮提 PowerPoint 甲这个事实甲大家讲。我若袂使，我袂讲呢。我就甲你讲，我流氓政府的教授的证书的号码，我是3000几号啊。啊，慢慢去查，一定有诶啊。所以我哪会使我袂讲诶？所以提这给大家看，要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啦。第一，就是讲介绍你的亲友来遮上课啦。最佳杯啊！好，感恩啦，好，感谢啦。搁一件，就是这张啦。大家底下咧放，确实有路用的，啊，未啊去抢。啊，搁有附带，你起码交1000块，执政以后。要发消费证5000块给您啦！啊，安尼大家清楚无？你就爱讲予你的朋友了解。若要来做革命先行者，的农民啊，就赶紧来啦！感谢大家，咱今日到这结束。啊，各位同心，咱即马下课。啊，小等下，就当回去房间，把你的行李看看。啊，去大门口那边有坐游览车的，就去坐游览车。啊，各自休息回家，谢谢。麻烦把椅子拿开桌顶一下，好，个人的椅子拿开桌顶，好，谢谢。